一位法国淑女，右手轻托香腮，左手拿着咖啡杯。她眼前是一位衣着考究的中国男子，他顺手以咖啡店的餐巾纸用铅笔速写了这位法国小姐。她的名字叫做哈蒙尼耶，男士的名字叫常玉。这一天是1928年2月13号。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常玉在1929年和哈蒙尼耶结婚，婚姻只维持了短暂两年。那一年，常玉认识了巴黎最大的收藏家 José， 他的作品开始被法国画坛注意和收藏，并且在多间画廊展出。这应该是常玉在巴黎最风光的日子。各位观众你好，我是戴中仁，欢迎您收看国宝档案。今天呢，我们一块来关注常玉。常玉是华人第一批到法国去留学的艺术家。常玉从来没有来过台湾，但是呢，我们曾经一度把他遗忘了。今天我们节目要告诉你，常玉和台湾的关系十分的密切。我们谈常玉，谈他的作品。我们先从他的女性裸体画开始。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qu'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常玉的裸女画风格独树一帜，简约的构图，自幼擅长的书法性线条勾勒。有山水图画留白的概念，显现常玉中国传统书艺训练的深厚底子。最让人激赏的还有他毫无做作没有包袱的挥洒。常玉的作品呢，它非常的亲和，包括我们说裸女，一看大家就知道是裸女。还有静物呢，虽然它呈现的风格非常的特殊，但是呢，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些静物。那所以呢，它是雅俗共赏的，它也可以让小朋友也看得懂，还有大人呢也能够很安静的欣赏它。所以呢，它不用透过太多的介绍，其实也可以很简单的去认识常玉。你讲到裸女，我就不禁想要好奇的问一下，你身为一位女性，你如何看待常玉这么着迷在裸女身上？你怎么看？其实我想到了1920年的时候呢，刘海粟他在上海呢画裸女，被认为是伤风败俗。那我们今年的2017年的博物馆日，世界博物馆日呢，竟然要探讨的主题是博物馆比较争议的议题。我们历史博物馆探讨的议题竟然是常玉的裸女，我想说天哪，已经都快100年了，大家还是对这个问题这么样的有一点敏感。更好玩的是，我们的捷运公司呢，我们这次做了2000套的常玉的捷运卡，非常的畅销。那我一再的说服他要加入裸女，大概是颇多也结衣事件，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做裸女，好可惜哦。所以呢，我其实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那个身体语言是我们最密切的，我们大家应该去透过这种健康的艺术的传达呢，去认识我们的身体。2011年5月，罗浮奥拍卖公司的拍卖，常玉的舞裸女成交金额高达1亿2832万港币，相当于新台币4亿8千万。华人油画正式进入了亿元港元时代，这种市场价格也让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裸女成为关注焦点。
这一张呢是这个四裸女，那这个常玉的这个作品呢，其实呢她的这个裸女最多的有五位，但是那五位是站着的，可是各位这边看到的这四位呢是躺着的，躺着的这个裸女，而且这四位裸女呢在一个这个金黄色的这样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画面之下呢，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一种有一种慵懒的这个感觉。好，那在常玉笔下的这四位裸女呢，她的这个形呢基本上已经做了一些简化了，好，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简化。然后呢在这个上头各位会发现呢，基本上只有一位的五官是完整的，我们有另外三位他的五官呢，他可能都给他少了一只眼睛，不是左眼就是右眼，他就是把他就做了一些这个少。那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画面呢，看到这个毯子上头有很多的中式的所谓的福禄寿的文字，很中国，以现在的这个观点来看，他不落伍，他不落伍，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新，很符合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造型，也是一个以现在的观点来看非常漂亮的这个作品。好，这个四裸女呢在100年的时候呢被列为我们国家的这个重要古物之一，历史博物馆有2件，其中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四裸女的图的这个部分。1925年，徐志摩游历巴黎，他写过一篇《先生，你见过艳丽的肉没有》。艳羡常玉能够因绘画朝夕欣赏裸体之美，以绘画发扬裸体之美的生活。徐志摩给刘海粟所写的书信中，以“宇宙大腿”一词来形容常玉的裸女特色。在常玉笔下，他的这个裸女呢，除了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很正常的裸女之外呢，有一个最特别，就是像这样子的这个姿势的，但这个姿势的这个裸女呢很有意思，徐志摩先生特别给她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宇宙大腿。为什么叫宇宙大腿呢？各位看这个腿真是宇宙大，对不对？那因为当时这个常玉答应要给徐志摩先生一张作品，徐志摩先生左等右等，最后等到一张这样子的这个作品，徐志摩先生说，哎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个宇宙大腿啊。从此呢，常玉这样子的作品就被以宇宙大腿来做称呼了。好，那看这件作品的时候呢，各位发现这个常玉是从这个地方往前面看过去。好，那在这个上头呢，你还要发挥一点想象力，因为你要看出他的五官在哪里。五官在哪里呢？在这个后边。好，这后边呢，各位看到他的眼睛、鼻子跟嘴巴。好，特别还有他的这个胸部的这个部分。好，会让我想起一首这个苏东坡的诗，远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个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吧？所以呢，各位看到他连双这个他的胸部的部分也把他刻意做了一个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调整，很特别。所以那在常玉的这个作品里头呢，这一缸的作品还有另外一件比较大件的，比较大件的，甚至还有另外一个是他的左腿呢是靠在右腿上头的，那一张的这个腿才真的是更大。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徐志摩先生的这一句话，从此常玉的这个作品就被叫做宇宙大腿。他这些 model 都是外国人？这些 model 都是当在这个法国呢他请的这些这个外国人，对，都是找这些。这件他们原来中国要写的是这个上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常玉的国文造诣非常的好，所以呢在这件作品他当时给的这个标题呢是叫做人这个月上柳梢头。可是后来呢他可能觉得这张作品跟月上柳梢头好像又不太有那么样一点的关系，所以呢他又把它涂掉，动手又改成了人约黄昏后。那这个人约黄昏后呢，可是各位，我没有特地去这个修它，实在是因为时间久了，它的这个颜色也有点蜡惨了，最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底下的月上柳梢头跑出来了。好，那我们这次呢就没有特意去把它修掉，所以变成了人约黄昏后跟什么月上柳梢头都并成。所以让各位看到一张作品里头，它其实有改过名字，有改过名字，就是因为他觉得可能这个标题有点没那么符合了，他又把它改成另外一个，但是它同样都是出自这个一首宋词嘛，这个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一首宋词里边的。这几部里我们看得出他修过的这个痕迹吗？这个吗？还是这个？
好，我们这两张的这个作品呢，在我们这次修复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做太大的这个更动的哈。特别是各位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裸女这一张哈，这一张呢，我们这个常玉先生呢，可能兴致大发哈，特别在这个他的裸女的身上下了好重的油彩。好，那我们知道常玉基本上，当时呢他的这个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哈，他买的油彩可能没有那么高级，那甚至还有可能他的这个油彩里头还混了油漆。不是那么样子的这个纯的这个油彩啊，以至于呢，他虽然用很厚的方式把这个裸女的这身体做一个这个处理哦，可是到后来呢，他的皲裂也特别的严重哦。那这个也是因为可能他的这个原料原来就可能不是特别的好，以至于造成后来这个上头有一些的这个皲裂。那修复师呢，就是特别我们这次有讲到说，我们把它做一个保留，让各位看到这个就是常玉原来的这个样子，他当时就是以这样子这么厚涂的方式来画的这个裸女。常玉的裸体造型大部分丰腴厚重，虽以极简线条勾勒轮廓，却表现出西方造型艺术所重视的亮感。夸张变形的运用是挑战西方传统的现代大师中先驱。曾任法国晚报的记者达昂，他是常玉晚年的好友，当年他为常玉冠上了中国马蒂斯的称号，传颂至今。有人说常玉是中国的马蒂斯，你觉得呢？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讲常玉就是常玉，因为呢，他在某些笔触上面，其实我们历史博物馆最自豪的应该是有16件他的风景跟动物，也是他晚期重要的心情写照，他的那种孤单的在大地里面，好像代表他人生的一种无奈。那我们说历史博物馆这些作品呢，就是呈现他独特的风格。那我在他的画里面的动物有一点马蒂斯他晚期剪纸的风格，就是只是一个意象的呈现。那这些呢，有点比较像马蒂斯的感觉。可是马蒂斯野兽派里面那么多繁复的色彩呢，事实上呢，在常玉呢，他把它用成留白或者线条来取代。所以我觉得常玉应该还是常玉。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三件的这个作品呢，基本上可以看到的是常玉用很简洁的这个笔触，它的这个线条来勾勒出的这个裸女的这个部分，非常的这个漂亮。各位看到最右边那张，一个女生，我们只看到她的腿跟脚，可是呢，你可以感觉到她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这个部分，好，那可是呢，在常玉的这个作品里头，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用仰视的，那用仰视的结果就是造成什么，腿会很大，但身体很小。哦，这个就是他画画的这个特色，但如果是他背影的部分呢，可能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情形。谈到女性，常玉在法国时有一段时间十分欣赏徐悲鸿的妻子蒋碧薇。徐悲鸿在他的相簿里留下了蒋碧薇的倩影，蒋碧薇的回忆录也曾经记录过一段徐悲鸿吃醋的往事，显然徐悲鸿把常玉视为情敌。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qu'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这么大张的这个画面里头呢，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辽阔的天空、远山，以及这个地面，还有两只这个算是母子情深的这个马匹，在这个画面里头。好，那基本上呢，在常玉这么大的这个作品里头，只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马跟大这个母马跟小马这样子的这个画面呢，各位可以想，它是一种也是一个乡愁的这个感觉，他会想念他的家乡。好，虽然是在这么样子空旷的一个地方呢，在这个作品里头，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出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哈。那在其他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再看看这一张，好，这个呢，哦，这个就很有我们讲所谓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感觉哈。这样子的这个画面，天空中的云哈，似乎是在浮动的哈，然后两匹马呢，好像是在喝水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好，也是有一个这种很粗犷的这个感觉，在这个作品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马常常出现在常玉的这个作品里边。
常玉的世界里，没有慷慨激昂的民族大义，没有忧国忧民的呼唤，也没有迎合市场消费的恶俗趣味。女人、静物、小动物是常玉笔下永恒的主题。她像一个梦中人，一位浪荡子。这位浪荡子，他曾经一度离台湾很近。106年的三月，历史博物馆所举办的常玉特展，我们可以说他完成了两个人的心愿。第一位当然是常玉，另外一位呢，就是画面当中您所看到稍微胖胖的那一位呢，是当时的教育部长黄济禄。1964年在巴黎，他见到了常玉。这个部长呢非常有魄力的，他邀请了常玉到台湾的师大来进行任教，同时呢，他为他安排在历史博物馆要办一个展览。但这个愿望在他们两个有生之年都没有完成。不过在当年呢，常玉的确就打包将42幅画送到了台北，也就是这一次展览最重要的主力。我们说历史博物馆它的作品呢，非常特殊，就是说可能外面都没有的主题，只有在历史博物馆才看得到。可以看到呢，50年前，常玉想要来台湾展览的那种心情，他是多么重视这一次展览。眼前两件呢，黑白的瓶子的梅花，非常的特殊哦。我们看到了梅花呢鹿角枝，然后整个瓶子呢，我们说瓶呢谐音就是平安。那在常玉的作品里面呢，常常出现一些中国元素的瓶子。那另外呢，这件作品非常特殊哦，它好像是那种摄影的聚焦，我们发现它的笔触是直线条，然后黑慢慢淡下来，聚焦在整个白色的瓶子，显得非常非常的干净。那其实常玉呢，他的白色的作品呢，非常特殊，因为他喜欢用亚麻仁油。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呢，画面的白色就有一点泛黄。那透过我们这次的修护呢，让它的白色，它很干净的白色呢，呈现在我们眼前。那我们说这两件作品呢，其实是我们精心安排的，因为它呢，两件作品在一起，我们才可以感觉到它的力道非常的够。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拆开了，可能那个对照感呢，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为什么这次很多作品都是大的作品？好，常玉的这个作品呢，本来是不大的，可是呢，他当时为了要来我们历史博物馆展览，特别呢，他画了很多张大幅的作品。那这一张呢，是其中一张很大的，相信各位刚刚在进来的时候都已经从我们门口看到了这一张的这个作品。那这张作品呢，很特别的这个荷花，这是一个荷花的部分。在这个荷花里头呢，我们看到这个常玉呢，他没有使用我们这个绿色的这个荷叶荷枝的这个部分，他用的是有点金黄色的这个荷叶。荷叶的这个部分在做一个处理的时候呢，各位看到这个池塘里头还有几只游鱼，这个鱼在那边游来游去的感觉。常玉的这个作品里头，鱼常常会出现在这个比如说水池里头，有游鱼的这个成分在里头，很有八大山人的感觉。很有八大山人的感觉。好，看到它这个上头呢，它画出了几个正在盛开的这个荷花，还有已经枯掉的或者是这个已经掉的差不多的这个荷花。整个画面看起来，我觉得它构图非常的这个稳重，非常的这个有娴静意志的这个感觉。这就是他的这个画荷花的这个特色。我们知道历史上张大千先生也喜欢画荷花，在我们这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张大千先生的这个墨荷的这个作品，其实常玉也是很喜欢画荷花，这个是他的其中一件。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呢，它是一个这个整个满月的一个这个夜景，但这张呢是一个新月的这个夜景。好，在它这个夜景里头呢，其实隐约着有一些所谓的不安的这个因素在里边。好，特别是各位看到这样子的这个构图哈，在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夹杂有点绿色的这个颜料里头呢，再加上一个绿块两个白色的这个区块的地方呢，整个画面看起来你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好，甚至在这张作品里头呢，还特别跑出了一些很特别的这个肌理出来，就是在这个上面的部分。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这是在当年常玉先生计划来台湾的时候呢，因为他很兴奋，他很想赶快来台湾，所以呢，他画完之后呢，还没有等画干，他就把两张画作呢中间只夹了一层这个牛皮纸，他就把它对着
就这样子寄过来了。就寄过来之后呢，我们又没有这个当时做一个妥善的这个保管处理，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当开始要整理这些画作的时候呢，把它这个两个画作分开的时候，这个牛皮纸的这个痕迹就留在上头了。但是这个牛皮纸的痕迹呢，却意外的让这个画作呢又多添加了一点这个它的这个肌理成分的这个在里面，变成一个很特殊的这个地方。很难让人想象，这么重要的画作上面居然有牛皮纸的痕迹在上头。不但你想不到，常玉也想不到，也看不到，因为他没有来台湾。他不是不想来，而是来不了。当时呢，他要来台湾之前，他去了一趟埃及。不过埃及那个时候呢，已经跟中共建交了，因此呢，他听了别人的建议，去办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你想想看，在当时那个反共抗俄的年代，谁敢让他来啊？也因为如此，他送到台湾的画就全部留下来了。我们镜头带你去看一看呢，在这历史博物馆这次的这个文创的商品店，你知道吗？你一定看过大卖场的周年庆，但是你绝对想不到，在博物馆的文创商品店也掀起了抢购的热潮。为什么呢？我待会告诉你，马上回来。欢迎继续锁定我们频道。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是历史博物馆这次呢特别去复原了当时常玉在巴黎工作室的情形，同时呢也复制了他的油画，总共呢是199幅，大幅的是45000，小幅的是25000，这个价钱听起来也不便宜，但也不昂贵。你知道吗？我的一个朋友第一天到现场去，他就花了20多万去买这些作品，很难想象吧？更难想象的是，这些个复制的画在开幕就全部卖完了，一块去感受一下这一波的常玉热。来看常玉能不拍照吗？对博物馆而言，用热闹来形容，应该是馆方既爱又怕的。这一次的展览这么的引起大家注意，其实我非常的开心。那我也看到很多年轻的观众呢，开始认识常玉了。其实我很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哈，在这个展开始之前，我觉得你是有压力的。OK， 但在开展的那一天，我看到人潮一波一波的来，我相信你一定很雀跃，对不对？我现在还是非常的有压力，因为呢，观众不来看我也担心，观众太多我也担心大家不满意哦。但是无论如何呢，史博物馆呢，应该是期待常玉呢也跟大家一样在展场里面，就是让大家呢一起陪着大家欣赏他的作品。所以呢最近呢我一直呢几乎每天从10点还没有开馆之前呢，我就要巡视一遍了，看看灯光满不满意，整个色彩呢有没有需要加强的地方，甚至导览人员是不是能够把观众呢带入了常玉他真正想要让大家了解常玉的感觉。到目前为止来客量怎么样？进来的人潮，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啊，因为有些记者呢，大概觉得一直采访我呢，好像已经不稀奇了哦，反而去采访观众哦。有一天，应该是开展的第一天早上，有一位从伦敦来的观众，他说他到香港，听到台湾有常玉展，那结果他就来了，他还很像粉丝一样要求跟我拍照哦。那下个礼拜呢，还有一些像那个旧金山的徐杰馆长，他是从香港要到台湾来看常玉。那我有一些在美国的朋友，他们要组团来看常玉，所以我会觉得说，原来大家等待了十几年，常玉没有让大家失望。果然，就在我们采访的现场，史博馆的英语导览人员出动了。
除了外国朋友被吸引来之外，最让我讶异的是现场的文创商品才开幕没多久就被扫光了。那以富士画来说呢，我们是限量发行199套，那在开幕的第二天就已经完售了，大家都预约登记完了。那在悠游卡的部分呢，我们是发行2000套，那也会在我们史博馆的商店跟悠游卡的通路进行销售，那目前也是将近要完售的状态。那以现在生活用品来说呢，以吸水的杯垫啦，还有我们的茶叶礼盒组，还有我们跟英哥的陶瓷老店台华窑开发的系列的商品都销售得非常的好。那如果没有抢购到复制画的话，其实小的无框画或者是小型的画卡也大家也可以做一个选择，然后自己加一个框在家里面就会非常的漂亮。那必须提到的就是我们画册我们这次制作的非常的精美，那现在也是看到台面上也是将近完售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收集常玉的画册的话，可能动作要快一点。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qu'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这两件呢，是目前我看到的只有历史博物馆才有，而且是一个是绿色的色调，一个是粉色的色调哦。那我们说常玉其实它很独特的风格就是鹿角织。那这件作品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吴冠中先生说常玉的鸟跟它的鱼很像八大的孤独感，可是这一件的鸟非常非常的像中国花鸟的工笔，非常的细密，包括整个的叶。它的那个羽毛还有它的眼睛呢，非常细腻的描绘，跟它其他的鸟很不一样，而且整个的绿色色调非常的美哦，还有它的整个有点咖啡红的那个枯枝呢，让整个色彩非常的明亮。相对旁边这件粉色呢，我们看到它的鸟呢是比较孤单的感觉，可是它却用了比较喜气的粉白色哦，所以呢常玉在色彩的用色上面呢真的非常的到位，他想要用什么颜色呢，真的就是都有他个人独特的风格。那也是呢常玉呢他非常的特殊的，就是说他把它放在盆子里面或放在花瓶里面呢都有不同的氛围去告诉观众，甚至有些是放在玻璃瓶，然后像西洋的那个欧洲人他们买花回来就直接把它插上去很随意的散开，那常玉就用了我们最熟悉的菊花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元素，就是非常的独特。那我们呢还有历史博物馆最非常觉得光彩的就是这件菊花。我想呢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说历史博物馆的文创呢，这件菊花呢一定不能缺少的。大概呢最主要就是它用了最漂亮的红色跟黄色呢做一个对比哦。那最特殊呢是它的黄色呢其实我们在细看是金黄色，但是金黄色呢又非常的层次的变化，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难的，在黄色的相同的色调里面，它必须要把它的深跟浅去描绘出来，而且很难得看到常玉这么耐心的把那个菊花的花瓣非常细密的描绘，而且呢整个红色呢非常非常明亮。重要的是它有蝴蝶，蝴蝶代表福气，谐音是福气，还有蜻蜓呢生生不息代表生命力哦，所以这件作品呢也是历史博物馆的重要古物。那我们说呢这件作品呢不仅尺寸非常的大，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它这么美的这件作品。Qu'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qu'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在我们看到呢，其实常玉非常的喜欢画可爱的小动物，像北京狗，还有像猫，一直出现在他的作品里面。那这件作品呢，真的是让我想起了八大他的鸟的孤单。那常玉这件作品呢，
标题叫做望月，可是我们看不到月亮。显然的，常玉思念故乡了，看不到故乡的月亮，所以他用望月两个字呢，简单却深沉，还有孤单的描绘了游子的心情，他多么希望能够回到故乡。那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件作品呢，用咖啡金的颜色呢作为笔触，但是最重要呢，我们说他的线条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呢，学习中国书法的一个线条非常流畅。另外呢，我们看到他的叶脉呢，非常的深沉。那其实呢，就有一点中国水墨里面的叶脉的变化。所以其实呢，他的中西为用呢，是用西方的油彩，但是是用中国的线条去把它整个呈现出来，所以形成了常玉个人独特的风格。那我们再看到呢，这件非常喜气，有点像圣诞节过年的感觉哦。其实这件作品呢，总共有两件，一件是红色，一件是黑色，两件都非常的漂亮。那我们说呢，现实世界里面一盆花怎么可能出现有柿子，又出现有桃子，又有石榴，甚至是我们看到的葡萄，还有一些花呢，呈现在同一个画作里面呢，显然这是想象的，也是常玉呢，其实他的心情呢，有时候呢，就像希望呢春天到来，百花齐放哦。那我们说呢，其实很多人都把常玉的乡愁呢，跟那个《红楼梦》里面的那种黄华落尽，那家乡在哪里的那种游子的心情呢？有时候又觉得很喜悦，就像这个画面这么的丰富，可是有时候又像枯枝一般的非常的安静哦。所以呢，在欣赏我们展场里面27件常玉的画作呢，你会看到了常玉他那一种矛盾纠葛的心情，透过这些作品里面，其实就是艺术无价。个子不高，平头，戴一副老光眼镜，显得十分潦倒。这是画家习德进1963年在巴黎对常玉留下的第一印象。常玉对我发生了神秘的吸引力，他的画可比许多人都强。然而他在艺术之都沉默了，每天靠着3个发廊过活下去。我当时想，我要把常玉的故事写一部书，一位失败者的传记。人们多半歌颂成功者的传记，为什么不写一个失败者的一生呢？习德进的描述和现今常玉的市场价格两相对照，反差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和唏嘘。习德进曾经向常玉要了2张素描，他一定想不到常玉的画作现在已经创了天价。好，那我要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张呢，静物里面呢非常漂亮哦。其实呢，在中国呢有把它叫做是那个迎春花，可是呢我们在欧洲呢叫做连翘。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呢，这件作品呢刚入场的时候呢却被叫做扁竹桃，但是最近呢我们把它证明了。那我们说呢，这件作品呢非常的特殊，它用绿色跟它
常玉很爱用的咖啡红，那它的下面的地平线呢，有时候是一个斜角，有时候是这样子，整个非常干净利落的感觉。这件作品本来非常的暗沉，但是因为黄色的花呢，显得非常的明亮。我们看到这件是很重要的静物。好，那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四件作品呢，有标年代，就是这一件，最早的1951年，这件呢其实是黄色的芍药。也是我们很难得看到的风格，芍药跟牡丹不太一样，我们从叶子里面可以看到这件作品呢，常玉的笔触呢非常的凌乱，里面呢又有一些层次感，所以呢透过了它的黄色呢，让整个画面亮起来，也是目前我看到唯一一件非常漂亮的常玉的那个有关芍药的花作，那也是历史博物馆呢唯一有关瓶花里面的一件非常明亮的花，也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常玉有才气，笔下功力非凡，何以会在他乡异国潦倒呢？这都是因为他的脾气让他与市场绝缘，画商和经纪商认为他不是可以配合的人，因此离他而去。1966年3月31号，习德进离开巴黎。意外的是，常玉专程地赶到机场为他送行，这也是他们的诀别。习德进回台湾的那一年夏天，常玉开始画一张画，那是一只极小的象，在一片无垠的沙漠中奔驰。常玉用手指着小象说：“这就是我。”这幅画叫做《奔跑的小象》。这是常玉最后一张画作。8月12号上午，他被发现，因为瓦斯炉没关好，躺在床上去世了。常玉的人生呢是孤独传奇的，他的画呢有很多的秘密。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是红外线的探测，我们待会告诉您你所看到的画，其中的画中有画。别走开，我马上回来。在史博馆这次的常玉大展之前呢，曾经有台湾的媒体呢下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听起来很耸动，但也几乎是真的。这个标题写的是市价50亿的画作差一点烂在仓库里，常玉呢被冷落了50年，他的画作呢几乎被遗忘了。不过呢，这次我们看到他的画重新重生了，让他重生的人是郭江颂。那这一张呢，以前因为没有修，那它的旁边有出现很多的钉痕啊、哦。那这个钉痕可能是当年为了展览什么，把它固定在外框上面所留下来的钉痕。那这个钉痕都钉在画面由后往外钉，那造成那个纤维板都会凸起，那甚至中间的地方已经有一小部分的纤维板的断裂。修复油画的概念就像画作生病要找医生一样，治疗也需循序渐进。修复流程共分为5个重要步骤：加固嫁接、填料、清洗、补色以及刷上保护层，每个步骤都需要时间，也都急不得。原先它只有纤维板的时候，就是只有到这个地方，差不多只有0.5公分的厚度哦。那后来我们嫁接上去的木条有1.5公分的厚哦，那有3.5公分的宽度。本来这个纤维板是有一点变形的，它有一点凸起，因为没有后面的支架。那我们等架完以后呢，它就可以很坚固，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画面是非常平整。基础稳固后，修复师才能进行画面处理。架完以后，
画作已经变平整了，已经坚固了，我们接着就会从那些可能当初的定痕洞洞啊，我们会把它填补起来，然后最后会帮它做补色重整。从清洗开始，要花费极大的专业素养与耐心，一点一滴将灰尘旧垢细心清洁。那当然，它画面的清洗也是非常重要。那因为这一张画，我们有注意看，就是说它的背景的红色上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污染病变的问题。那但是它的主调的地方，就是它画的那个花有一些泛黄。那我们现在是在推测它那个黄画可能是属于亚麻仁油的黄化。那表层清洗我们通常是用棉花，然后再沾那个中性洗洁剂，然后慢慢从表层，那如果这些水溶性的脏污呢，如果可以的话，它就会随着我们的清洗的动作慢慢把它清出。印象中，我上次看常玉展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感觉，怎么这么破？为什么常玉的这个作品，放在这个仓库里面那么久的时间，居然没有办法去整理？什么原因？其实我们有尝试过要整理。那我们在15年前曾经修复了30几件，但是呢，当时的那个科技并没有那么的理想。像现在我们透过红外线、紫外线，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那个有没有补，以前有没有修复过，还有它原来的笔触。那这一次呢，我们因为这些科技的辅助，所以呢，我们又有经费。那所以在当时呢，我们没有办法全部修复。主要是爱经会，还有就是我们也担心了，修复了以后呢，也许失去了他原来常玉原来绘画的精神。所以我们说呢，这次我们希望大家忘记修复这件事，看到的是常玉他原来想来历史博物馆的初衷。这次所谓的修复经费花了多少钱？将近台币600万，大概557万。557万，好。今天来这边最主要有两件工作啊，那第一件工作就是拍摄红外线反射影像，那第二件工作就是拍摄 X 光荧光，一般我们称作 SRF， 其实它最主要是分析这个颜料的元素，那利用这个分析这个元素，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画家当初用的这个矿物颜料，那透过这个资料呢，可以提供给修复师他做修画的一个参考。X 光荧光呢，另外也可以去了解，他这个画作当初这个画家他用这个颜料他原来的颜色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受到这个环境的一个各式各样的这因子的影响，那有可能这个矿物颜料它可能就有变质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去反推这个画家他原来用的这个颜料的颜色应该是怎样的。这个红色的背景还蛮特别，其实在常玉当初在画这张画的时候，它的最底下用的红是一个比较鲜艳的洋红，是这个，然后它后来在表面呢又刷了一个比较暗红色的，所以我们在看层次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比较洋红的这个颜色在底下，但是还有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这个油里面会出现到那个亚麻仁油里面有一点点黄化的问题，所以它基本上它这样红，经过一段时间的氧化以后，它的颜色已经变得更沉稳。这是常玉所画的裸女，两位女性，
不过告诉你，其实当时是要画三个女人。反过来的那个脚，那个脚，还是他是这个人的？没有，这个脚一定是他以前画的。嗯，这一块，那一块真的好明显，这样肉眼看不到。你看他这个腿，这个腿的地方，他原先他的构图里面，这只腿是要放后面的。我们可以从这影像里面发现。其实他这个裸女呢，其中的一只脚应该是勾起来，另外呢这两个裸女中间呢，其实还要躺着另外一个人。为什么让翘起来的脚改为平放，而中间的那个人又跑去哪里呢？这些疑问在让我们欣赏画的同时，仿佛更贴近了常玉的心里。还是常玉的裸女，不过有趣的是呢，这次的裸女呢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开始擦保养品了。我们在分析常玉的作品，我们不能用一个完全西化的角度来看，因为常玉他的作品里面隐藏很强烈的中国水墨的那个线条跟他的那个基本技巧在里面。赤裸女这一张我们16年前修过，他的那个状况其实都还很好，唯一比较不理想的有几个地方是有被刮到。那这个三不五时要上油吧，保护它，可以让那个画面的颜色整个饱和起来。我觉得跟我他生活在一起，那才是真的喜欢呢、啊。把这个文化艺术这种东西哈，把它变成是一种生活的乐趣跟生活的方式、啊。画面当中，您刚所看到的是陈泰明先生。2011年呢，那么这幅舞裸女呢，在香港的拍卖价格是港币1亿2800万。但你知道吗？这个价格到现在为止还是华人油画的最高纪录。而有魄力去买下这幅画的人，既不是台湾人，同时呢也不是中国大陆的买家，是韩国人。这幅画呢，就是由陈泰明先生所提供的。当年呢，他在台北的 Sotheby's 呢，花了400万新台币400万买到了这张画。18年过去了，他的艺术投资获利超过了100倍。明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将为您介绍另外一位，是全世界也是台湾最重要的常玉收藏家施俊照先生。我们透过画面将带您了解，因为他的魄力还有其他收藏家共同的努力，真的让台湾成为常玉的故乡。别忘了，明天我们国宝档再见。